啊，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。我们说大乘佛教有三个要义哈，一个是平等义，一个是究竟义啊，然后到摄受义。我们现在讲的是究竟义里面的第二哈，我们刚才所讲的是究竟义里面的如来功德啊，也就是说，到成佛才是最究竟啊，尽虚空界的。那么在过程当中呢，以二圣声闻圣来说的话呢，那么都还只是什么这个局部的哈，量上的差别，但是在值上是不是要一样的啊？值解脱的值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出果与菩萨的出地的境界来说的话，值是一样，都是可以解脱的，只不过菩萨呢，因为啊，众生还在生死当中，他不忍心自己独享，啊，希望能够跟众生一起共享，啊，所以呢，他要透过这个初谛、二谛，一直到七谛的圆满，而证无生法忍，啊，所谓的无生法忍，也就是四果，它可以无生，可以不受后有，在执上，初果等于初谛，二果等于三谛，三果等于五谛。到四果等于什么？七谛，在值上一样，但是在量上有很大的不同，啊，所以四果呢，它可以证出果，证无生。七谛圆满的菩萨来说的话呢，他因为无生而怎样法忍，有没有？他加上对法的什么法性的确认，啊，为众生而不忍心，啊，而不忍自己证无生，啊，因为菩萨如果证了无生，他就脱离了什么？脱离了众生，啊，就像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声闻来说的话，他只要证了涅槃，其实他就脱离生死，啊，解决的是个人的，啊，量上面是少的，啊，但是呢，菩萨他就是透过慈悲心，啊，所以刚才也讲，我们慈悲心、慈悲呢，是建立在因缘的什么平等性所展现出来的。透过因缘法不断的扩充，透过这个法性空慧而不断的怎样打破界限，它才可能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，啊，所以呢，也才能够来到所谓如来功德的什么究竟圆满，啊，究竟而圆满的。啊，那第二个呢，在这个净智上面来说，啊，以净来说的话呢，这里说是佛所悟证的什么谛，啊，是一灭谛即诸法实相，有没有？啊，我们说声闻它是不是也是透过四圣谛呀？啊，透过四圣谛由世间法而怎样出世法？哈，因为苦集灭道嘛，啊，苦集灭道。这两者属于什么？世间法，世间的因，苦因，所以获得什么？苦果。那么如何从世间而怎样出世间？所谓出世间的解脱，它是一个什么？乐的果。涅槃，那么他就要去下什么安乐的因，解脱的什么因，所以他这个解脱的因就在于什么，在修道上，啊，在修道，在于修道而超出，啊，透过修道而能够怎样解脱，啊，所以看到所谓的涅槃，也就是什么灭。对不对？灭谛也就是什么涅槃的境界嘛，也就是涅槃的境界哈。所以佛陀他所证的也是什么灭相啊，只是他的灭相是什么？是究竟圆满的，尽虚空界的。那么声闻四果来说的话呢，他所证的也是涅槃呢，初果是不是已经证涅槃了？啊，到四果的不受后有，他还是怎么啊？也是证涅槃，啊，都一样是。正念面相啊，
所以这种面相是不是也要从甚深空义来啊？啊，所以那个所谓的甚深空义，往往它含有否定的那个符号在，是在讲因缘啊的那个平等性，才有机会跳脱出来。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个毕竟空到究竟空，一样都是空的什么值，只是在量上不同。所以佛陀他的究竟涅槃呢，也还是证的就叫做什么灭相，啊，所谓的灭相乃什么诸法实相，有没有？诸法实际的现象乃什么诸法空相？为什么呢？是不是透过性空来的？所谓的实相乃，啊，乃诸法什么空相？说我们不要被文字所绑住了哈，我们会觉得哎奇怪，实相怎么会等于空相，有没有？所谓实相就是实际的现象，我们现在所现的叫做什么颠倒相，有没有？啊，无常即常，无我即我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实际的现象呢叫做什么诸法空相？为什么？因为透过性，性空。一个人的个性会不会影响长相啊？啊，金银铜铁是不是有不同的相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不同的金银铜铁的特性，有没有？它的熔点、沸点、燃点是不是都不一样啊？哎，所以它才会形成不同的相啊。既然性空，是不是必然应该要相空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也会是从我们从相有，因为我们习惯相有，而转到相空，性空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啊。啊，就是想到里头去，啊，想到这个平等相上，平等性，啊，所以空本身呢，它含有一个很深的特质，就是什么平等。因为否定了嘛，特殊性嘛，否定不变性，否定单一性，否定了嘛，主宰性。它是呈现出什么平等性来，所以所谓的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，也就是所谓的什么平等平等之相。所谓的平等平等之相乃是什么？就叫做灭相。灭相，我们在世间法是不是不？我们在世间法就是什么不平等的相啊，经常的在那边愤愤不平啊，不仅怪父母，还怪到天去了，对不对？上天不公平啊，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着相的缘故嘛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因缘的平等性，是不是就不会怨天堵地了，怨天尤人？最后是不是应该还是从自己修正开始吧？对不对？而且在修正上，是不是先修我们的意业，才会影响我们的身业跟什么口业？从思想上是最根本的，啊，思想上的这个修正嘛，啊，所以也是从见惑，那么才能够去这个再进一步才是思惑修惑啊，对不对？从见解上的那个导正是最重要的哈，啊，所以佛陀呢，他所证的，他所悟证的，也不过就是所谓的这个灭谛嘛，四圣谛里面的灭谛。灭谛所呈现出来就是叫灭相，也就是什么诸法实相啊，也就是什么呢涅槃极净相，平等才能极净。我们在现象上的差别是不是就一直在那边愤愤不平啊？啊，愤愤不平啊，也就是我们愚痴的来源啊，痛苦烦恼的根源啊。那如何的摆平，其实是透过法性啊，透过因缘法的平等性而出现的，啊，所以智啊，我们是透过智慧啊，才有机会来体悟什么实相，啊，实相的这种佛的第一义谛啊，第一义的这个智，所以佛陀的第一义智来讲的话，就是什么平等大慧，有没有？啊，佛陀等视众生如罗侯罗啊。啊，佛陀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啊，因为佛陀没有任何一丝的什么执着杂染的缘故。我们为什么看到众生是不平等的？因为我们有杂染的缘故嘛，对吧？我们一旦有杂染，是不是就开始起差别啊？
啊，起差别就开始愤愤不平嘛，啊，那么就是愚痴的来源啊。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智慧来自于我们的平等，对平等特性的理解啊，也就是甚深的空义啊。这个在欧海，在原始佛教其实早就这么讲了啊。所以所谓的这种法性空慧啊，透过缘起性空的不二的观念呢，啊，并不是到了这个初期大乘才有的。大乘佛法不管你如何的发展啊，发展出这三个系统来讲的话，它还是要有重要的法源在哪里啊？在原始佛教的原始圣典里面。啊，在原始圣典其实早就是如是的来说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智啊，就说我们如何的来能够转世成智啊，啊，就是我们是转我们的什么意识，成为智慧，啊，那么尤其从什么，从我们的第六意识开始，第六意识是最有转的机会，而且第六意识影响着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杂染程度。啊，所以第六意识呢，其实我们透过思想就说比较可能去体会到所谓的法性空慧啊，但是不是透过眼睛去看到的呢？啊，众多因缘法这些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的？但是肉眼上我们是不容易去看到的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说由第六意识要转为什么妙观察之。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意识呢要能够去见到肉眼所见不到的，要能够去听到肉耳所听不到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眼耳鼻舌身的根如果有所坏损的话，有没有机会学佛？还是有机会，只要第六意识是正常的，可以心盲眼盲而怎样心不盲，对不对？可以耳聋而怎样心不聋呢？关键在第六意识哦，其实关键在第六意识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的这个智啊，怎么来的？其实也是转世成智，而且从第六意识下手啊，而且是透过第六意识下手。那在第六意识里头，如何变成所谓的妙观察智？就是要从初分别进入细分别，才有可能怎样无分别智的现前，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。那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，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灭相啊？就是灭谛，就是所谓的灭谛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必须要到超凡入圣。但是我们说，哎，凡夫到超凡入圣，还要经过多少的那个果位，要透过什么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这个还是资粮位上面的。并且要透过加行位，暖顶忍世第一加行，智慧上的加行，所以没有智慧上的加行是不可能的。啊，智慧上的加行呢，其实也就是能够从什么现象进入因缘的平等性。啊，那当然还没到这个程度之前，我们起码要先对自己有一个什么信心，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具有佛性的。我们光是能不能具有佛性啊，能不能去体会到所谓的清净的这个如来藏，都还要有什么众缘的和，也要数据善根因缘呢，对吧？因为这个相它必然还是什么，是不是还得要众缘和出来啊？啊，所以也别不能小看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基础，也可以去怎样去利益众生哦。啊，当众生在起烦恼、起痛苦，很多的那个道理讲不进去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怎样？要去启发他的这种本具清净的佛性的这部分也很重要。啊，要让他知道呢，这个就让众生有机会知道，其实我们都具有什么？具有佛性的，啊，都可以修行的，啊，都可以从凡夫而超凡入圣，啊。那么这个也往往啊是透过什么菩萨的悲心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菩萨不是只有慈悲心，他是不是还是要修智慧的啊？菩萨的这个道业上呢，必须要怎样，要能够悲智双运啊，要能够悲智双运呢啊，不是只有悲心而已啊。如果悲心啊，只有悲心而没智慧的话，那还是俗智俗慧耶。
对不对？只是世俗的智慧哦，只是凭着我的情绪来带领众生，那这样是不是很危险的啊？因为我们的情绪难免会起伏哎，啊，一时一时的那个情绪不大一样哎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如何能够导到这个正道上，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根据佛法，佛陀告诉我们的法则，它是理性的，啊，是随时我们想用呢，都能够怎样，要能够用得上手来啊，而不是我的情绪、我的看法，不是啊。啊，我们是要能够跳脱出凡夫的限制，那么就必须要透过什么佛法，啊，所以我们所谓的菩提心是什么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心，啊，服务众生的心，啊，是透过服务众生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智所悟的这个实相，啊，那么也就是境所发的什么实慧。我们的那个慧到什么程度，我们的境界就体会到什么样的程度，啊，就好像我们去爬山，我们如果还在平地还没上山，那么是不是看到的是平地的景象啊？慢慢的上山，是不是看的景象就不一样啊？爬得越高，是不是看得越远？那看得越远，是不是越平等？嗯，其实是会越来越平等，啊，爬得越高，那些什么那个汽车啊，不管它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，有没有分得出来吗？什么牌子是不是都分不出来啊？只知道有车子就不错，连人都几乎看不到，像蚂蚁一样，是吧？所以也分不出是男相女相，是老相少相，对不对？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”这个无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，而是什么？平等平等之相啊。也就是所谓的平等平等之相，菩萨他这个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嘛。菩萨不谴责众生的呢，只要有缘就得啊，这个随缘尽分的去怎样去服务众生哦，啊，就应该如此的去服务众生。所以我们说啊，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境界哈，是不一样的境界呢。唯识所变现，对不对？那以正常唯心说，这个一切唯心所造出来的。啊，那么如果以中观来讲的话呢，那么就是因缘和合出来的什么现象，啊，不同的心境看到不同的现象，不同的高度嘛，啊，所以要到成佛呢，才算是什么究竟而圆满的啊。所以，到成佛它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它统摄了什么智与境啊，啊，我们所这个智是属于能的部分。镜是什么锁的部分啊，透过我们的智所呈现出来的镜是不一样的啊，那么都超过了二圣而究竟圆满啊，那这是在净智上面啊，如来的功德究竟净智上呢，也是成佛才究竟，那么他所因的这个一呢，那么要到什么到如来才怎样才究竟啊，如来所能证的智跟所证的理来说的话，一直要到成佛了才究竟啊。那所以这里说以究竟来说的真如来讲的话呢，它是长恒不变，有没有？这是真常系哈，真常唯心系的说法，叫做恒常而不变。因为我们都拥有那颗什么摩尼宝珠，清净的摩尼宝珠啊。所以呢，这里讲到说，智慧与无边的功德也是不离于真实而怎样本有此功德，啊，圣能，啊，就说，所以这里是不是就出现了恒常不变，而且本有啊？这是真常系的想的说的这个讲法，啊，因为这个部分呢，会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，而且不需要太多的理论，啊。也就是说我们本有啊，本来就具有了一颗什么恒常而不变的啊，清净而圆满的什么摩尼宝珠佛性如来藏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？为什么我们沦为凡夫？因为被我们的客尘所染啊。那既然这个尘是客，那比较简单啊，它在外面是不是把它擦拭干净，它是不是就能够显现啊？啊，当然要擦拭这个可久了，啊，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擦拭，这个就得要怎样宿世，啊，累生累劫，才能够到究竟的圆满，
全部擦拭到清净圆满啊，连外在的不能有任何一丝的什么，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那个杂染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这里就会讲到说，那么这个本有的部分哈，是一切众生本来具有，有没有？也就是经中所说的什么如来藏啊，如来藏呢，就是如来的胎藏。我们说我们这个出生变成一个人，是不是要人的胎藏在妈妈的肚子里啊，才会变人嘛？那表示说我们虽然是个人，但是我们有如来的胎藏，等到成熟圆满，是不是就成如来啊？啊，这个是不是比较容易啊，比较简单一点哈、啊？所以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就是什么，就是佛性。如来藏呢，即一切法空性，有没有？其实这个如来藏也可以说如何的究竟而圆满，是不是还是要透过空性来的？因为透过空性才能够去除杂染嘛，是不是也是要放下杂染啊？去除杂染的意思啊，即什么一灭谛，有没有？这个灭谛是不是要透过性空才能灭啊？其实如果一直在相有里头，当然那个是全巧变通的过程，这个是需要的哦。但是能不能解脱，还是要透过什么？透过空性，性空的这个道理来放下的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而成为什么功德圣能的所依因，是依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面，因缘里面啊，是依在因缘法上头的。所以人人有如来藏啊，因而怎样，人人都可成佛，有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也都是从如来究竟的这个净智里头推求到根源啊，那指出来的就是如来究竟所依的什么如来藏，就是如来如何成就，是不是也要具有如来的胎藏啊？啊，那么我们虽然现在是个凡夫，但是我们也具有如来的什么胎藏，也就是那颗清净的什么摩尼宝珠，也就是佛性啊，也就是自信，清净的自信。的这个自信是什么？佛性，而不是波瑞里面讲的自信啊、哦。波瑞讲的自信是什么？单一不变主宰的特性叫做自信，那个是不存在，所以用空，有没有？用否定式的符号来否定，表达它的什么平等性？能不能理得清楚啊？这两者是不大一样，但是呢，其实，纵然我们讲的是全巧变通的这个部分，但是。哎，在使用上哈、啊，倒是有时候可以透过性空来辅助，啊，如果我们懂得法性的这个部分的话，有没有？这里也讲到如来藏即一切法空性啊，啊，因为透过空性才能达于什么灭谛，啊，所以这里哈、啊、讲的叫如来藏，所依的因在于什么？在如来藏。啊，所以人人有如来藏，只要本着什么如来藏当中所称性功德智能，有没有引发出来，就是如来。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称性功德智能，有没有？啊，要到称，就说要到成佛来讲的话，要透过称性功能功德智能哦，有没有？它还是用性，因为要透过法性。要透过性哈、哦、才能达于涅槃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的那个理路、哦。虽然我们现在用的是相，啊，但是也不能着在相上面啊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摩尼宝珠佛性或者清净的本性这些啊，那么它是相啊，对不对？论到性来讲的话呢，那么其实还是要透过什么？透过性空而周遍。啊，而周遍的哈、啊，所以如来是究竟的啊。由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，啊，那么也所以才能够怎样？一切众生平等嘛，啊，一切终究呢会成佛，啊，所以这样的思想在真常妙有不空，啊，因为它是相有的，所以其实它比较不在空上去表达，啊，从相有不空。啊的这个大圣经典当中发挥到极致了，啊，所依的因就依在哪里啊？在如来藏，在这颗摩尼宝珠上面，啊，
那么要能够让这蒙尼宝珠完全擦拭到清净，啊，到究竟的清净，那么才叫做成佛，啊，那这个究竟的清净的时候，它能够照遍山河，对不对？啊，它可以尽虚空界，啊，那也就是所谓的成佛哈，啊，所以要到成佛呢才究竟啊，要透过大圣佛法行菩萨道到成佛的圆满才叫做究竟啊，所以大圣三义有没有啊？一个是平等义，一个是什么究竟义啊？再过来呢就是摄受义啊，从人法的相关性来说啊，所谓的摄受啊，那么摄呢是摄取啊，摄属，然后呢由众生来怎样领受接受啊，所以摄受正法啊，所谓的摄受正法也就是去怎样去接受正法，领受正法啊，所以让使佛法呢属于行者成为自己的佛法，达到自己与什么佛法的合一啊，这个是等于是我们从听经闻法啊，会觉得好像在讲诸佛菩萨的境界，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在讲我们如何从凡夫去行菩萨道啊？啊，要能够把它怎样转成自己的，达到自己跟什么佛法的合一，是一种摄受的一个方式啊。所以摄受正法，在修学佛法的立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。啊，是非常重要的哈，啊，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如何来受佛法成为自己的，啊，跟自己是切身有关的，啊，如果不懂得不能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不管怎么说平等多说究竟，是不是跟我们还是无关呢，啊？那么也就是说，等于说我们所谓的大圣佛法，我们必须能够有能力去怎样去做摄受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所谓的佛法转成我们自己能够受用到的佛法啊，因为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都本有功德智慧的根源嘛，虽然我们还是凡夫啊，但是呢我们也还可以从什么从凡夫地上面开始做起啊，因为我们本具什么摩尼宝珠嘛啊，所以世间没有天生的弥勒，没有自然的释迦，这些是不是都是透过精进勇猛修学佛法当中而完成的啊，也都从凡夫地开始的啊，也都一样，所以为什么就是不断的要这个透过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，因为这个是要透过累生累世累劫来累积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能不能深入佛法的大海呢，那么对生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啊非常广大的一个理解啊，乃至去实践啊，乃至去验证啊，我们所谓的现在世呢，从无始劫的过去世来到现在，我们还要去面对无尽的未来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在面对无尽的未来，如果我们懂得成佛之道的话，我们会比较能够踏上什么生命的主轴，比较不会浪费生命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错误啊，这个不断的起心动念当中充满了执着烦恼啊，不仅浪费生命还糟蹋了生命啊，如果是透过菩萨道来讲的话，发菩提心的有情众生来讲的话，虽然菩萨道上是非常的遥远啊，无量无边的遥远，但是起码是不是已经踏上了所谓的成佛之道的主轴啊，我们会知道那个方向跟那个过程啊，跟这样子一个历程哈，啊，好，所以这里讲到所谓的摄受正法来说的话，也分成三个部分，啊，叫做信愿行，信愿行啊，以真常为心系，它会比较透过信愿行这样子一个体系来看待，啊，所以真常为心系它会比较重在什么信愿的这股力量上面，当然也要这个透过生命的实践来搭配了哈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信为欲义，欲为情义啊，啊，因为信仰是一切的基础，啊，佛法的大海，啊，这个唯有透过信仰才能够入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信仰也因为有信仰，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欲去做啊，那愿意去做呢，才会勤奋的去做，啊，所以信为欲义，欲为情义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信啊，
那么信有像真常妙法的这种大圣法，要有愿求的心啊，还要有愿求的心，并且呢还要去修正行啊，那么去修正行，那么这个才能够达到什么极致的最究竟的什么圆满，也就是成佛啊，也就是成佛啊。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摄受正法哈、啊、以信为基础哈、啊、以为出门，有信而后才会立什么立愿，立大愿，修大恨啊，修大恨，那么才去感受到我们去怎样受用到佛法啊。因为从有信去立大愿修大恨，是不是自己也在行菩萨道了啊？就不是大圣经典来说的话，说的都是诸佛菩萨的大圣的什么精神，但是这个不是在说别人，而是怎样我们自己是不是就可以如是的来学习啊，转化到我们自己本身上啊，我们行菩萨道才真正能够去利益众生嘛啊。好，所以这里说本经的核心啊，就是平等究竟到什么摄受啊，透过平等人人都具有啊，到究竟了，要成佛才究竟，那么就是要行菩萨道嘛。如何的能够摄受，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就应该去行菩萨道啊啊，人人都可以行菩萨道啊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到圆满成佛啊，这是人人可做的，那成佛也才是究竟圆满的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一段啊，属于这个解释整个的大意哈、啊，叙述本经的大意。好，那么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要释经题啊，释经题。那所谓的大圣经呢，也就是方广的啊。所谓方广呢，就是一切大圣经的什么通名哈、啊，因为这部经的这个名称非常的长，最后是不是叫方广经啊？圣曼狮子吼，一圣大方便方广经，有没有啊？一看到方广经，其实就是大圣经啊，就是大圣经啊，而且讲的是什么一圣一佛圣啊，一佛圣，就像我们刚刚画的这个成佛之道，五圣共法三圣共法，是不是到最后叫做大圣不共法，只剩下一圣，从五圣到三圣到什么到一圣，但是这一圣是不是其实是从什么无圣共法就开始的、哦、贯穿的哈啊。所以呢一圣佛啊，就说凡是说一圣佛而一佛圣来讲的话，那么声闻缘觉呢是不够究竟的，所以它可以称为是一圣经，或者叫做大方便经，大方便经啊。所以所谓一圣经跟大方便经，它是不是也是会三归一啊？会三归一啊！啊，虽然也有声闻缘觉的特质啊，但是呢，其实透过心量的扩大啊，一类的属于植入型的嘛啊。那如果还要透过声闻缘觉的话，那它也可以用回入型。但是要到究竟圆满，是不是还是要透过行菩萨道啊，才能够究竟圆满呢、啊？哈、啊，所以要会三归一。啊，会三归一，好。那以圣曼来讲的话，哈，所谓的圣曼也就是圣曼夫人。圣曼夫人是波斯匿王跟莫莉夫人的女儿，啊，传说是七地菩萨，七地菩萨等于是她的果位是高的，因为她后来，她这后面也会讲到蒙佛受记呀、啊，啊，蒙佛受记来讲的话，也是都是几乎七地的圆满，啊，七地的圆满，啊，所以七地八地菩萨。表示他果位很高啊，那这个等于是也到了无生法忍啊，无生法忍的这个阶段。好，那这个所谓的茉莉啊，茉莉是他的母亲啊，那么茉莉的这个名称也就是曼的意思啊，也就是曼。那么所谓的圣曼呢，那所谓的曼也就说它是殊胜的哈，而且这个曼呢也指什么种种的功德啊，圣贤呢都以功德为什么为曼来庄严
啊，这个慢呢，本身也有庄严的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所谓的圣曼夫人呢，她就是修一圣行，啊，弘一圣教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一圣也就是什么？就是大圣，啊，小圣是什么？声闻圣嘛，啊，小圣，又可以叫做什么？二圣，也可以叫做三圣共法，啊，菩萨道还是要经过什么声闻圣的过程呢？啊，也要经过人天圣的过程嘛，啊，所有的菩萨道从人天圣是不是就要到还要经过什么声闻圣，啊，然后才是大圣不共啊，所以修一圣行，弘一圣教，都指的是大圣啊，而且是用什么？用功德幔来庄严，啊，一圣的佛果，啊，而且呢是殊胜的功德幔，所以名为什么？圣曼，啊，名为圣曼，圣曼夫人啊的这个圣曼，她的这个是殊胜的功德幔，啊，来庄严这个大圣法，啊，一圣法。那所谓的狮子吼，啊，我们常讲说这个佛法本身呢就如同狮子吼，像万兽之王啊，狮子一旦吼，啊，有吼声，其他的那个野兽都会倾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么以佛法来说的话呢，为什么能够发出佛法呢？让世人来警惕，是因为，世间法所说的哈，都还是有生之年能够用的事情。我们透过世间的知识，那么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，对不对？那么可能有生之年啊，有一口气在呢，还好用。但是如果这一口气不在，世间的学问是不是也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啊？纵然再有高的这个身份地位或者学历来说的话呢，其实对生死这样的事情还是相当的茫然呢。所以佛法呢，不只讲的是世间法啊，它更可贵的是什么？出世法啊，超越世间法，也就是论到生死的问题啊。那所以呢，它就像狮子吼一般，它就不像一般的这些兽类啊，一般的野兽，它如同狮子一样啊，万兽之王啊。啊，所以狮子吼本身呢，它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无畏啊，不用害怕啊，因为我们难免啊都会贪生怕死，是不是？一旦谈到死亡的事情，我们就难免畏惧害怕。所以呢，透过佛法，其实也让我们面对生死，面对生死，所以狮子吼它本身有无畏的这个含义，还有呢，决定是清楚而明白的，是清楚而明白的，是决定的啊。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智慧啊，让我们于境决定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果位越高的话，在修行的这个果位来说，越高其实是越清楚的，越明白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糊里糊涂，而且这个愚痴心是很重的？往往因为没有智慧的关系。那为什么会没有智慧？因为我们着相的缘故啊。所以如果能够理解佛法的智慧来讲的话呢，那么一方面我们愿意面对生死，接受生死，那个恐惧害怕也会变少一些。也会降低一些，那再一方面呢，这个对真理法则的那个肯定，决定清楚而明白啊，不会是犹豫的、犹豫不决的，然后呢，在一圣来讲的话啊，那么是相对于三圣啊，相对于三圣，所以这个所谓的一圣哈，最后要归到所谓成佛的究竟来说的话，是不是也要回归到一圣法来啊？叫做大圣不共法，大圣不共法。所以呢，所谓的大圣，大圣呢，它是贯彻始终，而且呢，就是所谓的一圣，而且是不可破的，所以呢，唯有佛法呢，到佛果才是什么？才是究竟的。那么这个也称为什么？一圣，好，那这里也讲到所谓的菩萨圣。跟佛圣啊，菩萨圣会比较在什么？在因地上面来说，
因为是透过行菩萨道而成佛，是不是？所以成佛呢，它会是比较在什么，在果上来讲，成佛是结果啊，因在哪里啊？在菩萨啊，在菩萨道上啊。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第一，第十四页有没有啊？大圣一圣啊，其实一圣指的是大圣啊，啊，那一圣呢会比较在于什么？佛圣，比较在果上面。但是所谓的这个果啊，佛圣的果其实是来自于什么？菩萨圣的因嘛，啊，那大圣来说的话呢，也可以说是菩萨圣的因。啊，也是，也可以说是什么佛圣的果啊，都是什么大圣啊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要透过二圣或者三圣来说一圣，有没有？有两个意义哈，一个是破二明一，还有怎样会三归一啊，破除二圣啊，因为二圣是怎样，是不够究竟的啊，是不够究竟的。而且呢会三归一，把声闻圣、缘觉圣跟菩萨圣啊，会归到什么？菩萨圣来啊，会归到菩萨圣。所以菩萨圣啊，等于会三归一啊。我们刚才不是就画这样的一个图，从无圣到三圣到什么？到大圣啊，啊，到大圣不共法，也就只剩下一圣啊，就只剩下一圣。所以初学菩萨来说的话啊，那么也要从什么人天圣法开始，对不对？从人天圣法，然后到菩萨到声闻圣法啊，到这个大圣不共法，那么而成佛。所以总之呢，一圣的重心啊，在说明什么二圣非真。二圣指的是什么？声闻缘觉圣，指的是小圣啊，这个是不够究竟的啊，不够究竟，而来显示如来的果德啊。那以大圣来说的话呢，它是贯彻因果，因行果德啊。所谓的大圣，它是不是通两者啊？菩萨圣的因跟什么佛圣的果嘛啊。所以以大圣来说的话啊，它会比较是什么？贯彻因行果德。那么多少比较侧重在什么菩萨的因行上面啊。所以一圣之所以说一圣是破二明一，对不对？因为二圣不够究竟啊，只有一圣的这个佛果才是究竟的，而且它会三归一啊，所以叫做一圣。但是如果以大圣法来讲的话，它是不是在这种菩萨的这种因行到什么成佛的果德，圆满的果德啊。所以虽然讲一圣跟大圣啊，粗的来看好像是一个的啊，但是呢细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啊。好，那在大体上啊来讲呢，就说刚才讲的这个三圣到这个所谓破二明一哈，会三归一的这个一圣啊，跟所谓的大圣来说的话，那么导师也讲哈，这个是依三论师来说的啊，依着三论师的这个说法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对大方便啊来解说啊。所谓的方便呢，依法华论来说的话哈，传法为是大圣啊，佛法为是大圣啊，是为适应众生的根基呢，那么说有什么声闻圣、缘觉圣啊，有人生圣啊、人天圣，那么这些都属于什么方便说啊。也就是说所谓的佛法啊，就像法华经也讲嘛，佛法如同什么大雨磅礴一般，下大雨但下下来，但是因为怎样呢，大树会去接受大雨量，中树接受中雨量，小树接受小雨量，这是不是就勉强不得了啊？佛法它本来其实是非常的通透的啊，但是我们会觉得佛法为什么说的这么复杂，其实不是佛法复杂，而是什么众生根基的复杂，是不是啊？众生的根基有大圣的根基，有什么有小圣的根基，
啊，所以以佛法来说的话，其实他所讲的其实就是大乘法，只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有差别啊，心量不够大啊，那么但是他有智慧的话，他一样可以解脱，他可以个人的解脱嘛，啊，透过声闻缘觉呢也可以解脱，透过人天圣呢一样可以修学佛法，啊，可以从世间法的基础开始啊，一直到出世法啊，然后呢世出世入而无碍的菩萨道，而到什么成佛，所以过程当中也可以都说是什么全巧方便的啊，到究竟的什么实相，因为成佛是不是就是验证了所谓诸法实相的现前呢？啊，是尽虚空界的嘛，好，啊，所以这方便呢，也可以从法来说，啊，因为在过程当中呢是不够究竟的，啊，是全巧方便的，所以他这里也讲说为时失权有没有？那么也要会归会权到什么归时，啊，那么所以总说呢，那么都是因为佛菩萨适应凡夫众生的根基，啊，那么不断的用全巧变通的方式来引导众生达于什么实相有没有？啊，所以为时而怎样固权，对不对？为时而固权，因为透过跟实相的相应相契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啊，起码先解决个人的，是不是啊？可以个人的解脱啊，可以先有个人的解脱啊。但是呢，光是个人的解脱其实还不够究竟啊，因为凡夫众生还有很多的众生还是很苦难的，在什么生死流当中头出头没啊。以菩萨道来讲的话，菩萨根基的人呢，他会比较怎样不忍。啊，他就不忍自己怎样独享，所以他愿意与众生共享啊，啊，而达于什么究竟？行菩萨道而达于究竟啊，啊，所以所有的方广啊，大方便，那么的这个大方便哈，啊，是为了适应众生。到方广呢，它会是方哈，啊，是正而不偏斜，广呢是非常周遍而广大。啊，所以方广也是一切大圣经的什么总称，啊，那经呢？所谓的经啊，它是贯穿的啊，它就像线一样啊，叫做修多罗，修多罗它有贯穿的功能，啊，所以呢，佛陀随机来说法啊，那结集贯穿成为什么？成为部啊，那么佛法也得以摄持而久住呢。那么把它称为这个修多罗，啊，所谓的修多罗呢，就是它有什么贯穿的功能，好像线一样哈，啊，把花贯穿起来成为蔓，啊，那么这个经典呢，也是贯穿了佛陀所说的啊的法，那么而成为经，所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，所谓的经典呢，它是一种契经，是不是？啊，要上契诸佛所说之理啊，但是也得要下契众生可度之机，啊，所以经它本身也像线一样啊，把它怎样把所有的这些佛法把它怎样串起来贯串起来啊，所以称为经，啊，所以我们说胜曼经，啊，胜曼经呢，整个来说的话，它的这个名称就叫做胜曼狮子吼。一圣大方便方广经，啊，那么这是解释经题，啊，解释经题的这个部分，啊，所以以这个要解说，要讲经啊之前呢，那么都先要透过玄论里面哈，啊，先知道整部经的大意，之后呢就是要点出经题啊经题，啊之后呢才来这个介绍这个翻译者，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